我在学校学了一首歌，我可以给你唱吗？可以啊，你唱给我听吧。月，你不要弄姐姐，让姐姐唱歌给你听。你站在那给姐姐鼓掌。The orange are lovely, but we are humans, so we are families. K-I-N-D, kindness is free. I'm gonna give out to everybody. K-I-N-D, kindness is free. I'm gonna give out to啥意思呢？可以解释一下吗？我也不知道。啊，你还唱了半天，你不是解释一下你啥意思呢 ？King 什么意思？哦 ，King 看的吗 ？Be kind 是吗？是这个是怎么说的呢？哦，我听懂了，说 King 就是看的，要 be kind， 然后要you are my brother， you are my sister， we are family， 是吧？我听懂这些。就是你是我们是一个家，是一家人，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吗？哇，这个歌很真的很好哎，是你班里面的老师教的？哦，这个歌唱起来很感人哎。那你们唱了之后，是不是小朋友在一起就相互就很亲啊，不会打架了，是吧？可爱，你要对小朋友要比看的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哦，就 KING 要 be kind to everybody 是吗？ Because we are family, you are brother, you are my sister， 我们是一个 family， 是这样的意思吗？哇，这歌真不错哎。嗯，月，你觉得姐姐唱的好不好？给姐姐鼓掌。No， 给姐姐鼓掌。你唱，你学学，到时候你姐姐将来，你将来去上学也可以学这首歌哎，宝贝。OK， 真棒，宝贝。